了。啊，对，找那个八号的。啊，欢迎光临。喂，警察同志，两位，您电话，您电话。啊，两位，你们的电话。你们老板不是忙吗？让他忙吧，我们帮他盯会儿，没事儿啊。我觉得呀，您最好还是接一下，请。喂，啊，我是。在呢，哎，我喊的。阿信，听我。您稍等啊，我叫他去。金医生，接了能怎样啊？我谁的面子我也不给啊。喂，你好。为什么不让我查白金汉？你查白金汉，查的是谁？疯驴子的后台啊！你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，无凭无据，你怎么查下去？你不让我查，我能查出来什么凭什么据呢？你连个手续都没有，穿着这身警服往人门口一站，影响人家正常营业。有人要想给你上眼药的话，告你一告一准。我亲眼看见疯驴子打完下班的采砂场，直接就跑到白金汉去报道去了。不信咱调监控吗？请问，什么人，什么时间能告诉我，为什么我们这次海上的行动能失败？抓了一船的人，一句有效的供词都没有拿出来，为什么？不是，我问你，大晚上你上我这来干嘛的？谁给你打电话？孟德海。那你找孟德海去啊！别以为我不敢。声挺大啊，找我，没，就是想劝你们早点回去休息。你先休息吧。是。帽子。这小子又犯倔了。什么都听不进去。就跟咱们要害的事，我看他跟你年轻时候挺像的。我是害怕他走我的老路。我身上两个弹孔，前边一颗，后边一颗。背后这一黑枪，到现在都不知道谁打的。